剪纸我从小就喜欢，喜欢拿剪刀，喜欢剪纸，喜欢画画。我喜欢像那个水呀草呀，我想着我在那边看完以后，我想把它用这个剪子把它剪出来，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剪个喜庆的窗花呀啥，我贴到窗子上。现在我们新疆的风景好山好水多么美的，我要把它剪的让大家都有看到，而且还有看到我们青纱的好山好水，让人享受到这一点。到了现在了，我也老了，我希望的能把这个传承下去，让很多人也学着剪这个剪子，因为这个是古老的文化，年轻人更好的接受这些剪子，更好的发扬下去。